一月，小宝，嗨，小宝，猜猜我给你带了什么礼物？害羞了，没事儿，妈咪帮你。哟，嘿，哎呦，哎，这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给你好不好？走，妈咪带你去玩。 这家伙，什么时候跟小宝关系这么熟啊？看啊，试拍一下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认真考虑了你的建议，决定实地来考察一下，是不是真的适合小宝？欢迎贺总，我带你参观一下吧。倒也不必了，硬件设施我都已经了解过了，主要是师资力量。 我认为我有必要了解一下宁放老师。小宝都等不及玩球了，来，小宝，你们两个小哥哥往那边让一下。不让。既然是亲子活动，我认为我有必要一起参与。小宝，我们来比赛打篮球，我一个人轮流单挑宁放老师还有你妈咪的队伍。如果他们赢了的话，你就可以来上学，好不好？ 你一V2啊！当然了。师兄加油！ 爸爸进球了！哎，哇！进球了！耶！啊，爸爸又进球了！ 2-2平局，是不是该我上场了？快走啦！我来了！耶！啊，什么？贺总，哼，这样吧，我让着你，我们来投篮的比赛。我才不能让呢！ 可以啊，再来，差一点没关系，再来。到你了。 小宝，我给你拿着。是吧？哎，小宝，乖乖去上学，爸爸跟妈妈到时会来接你放学的，好吗？我今天下午还有一个会。
当然也可以取消。小宝，我跟你妈咪下午回来接你放学。嗯。宝贝，拜拜。好好上课啊。老师，早上好。你好。走。可以用亲亲接力的方式道别哦。小宝亲亲爸爸，爸爸再亲妈妈，妈妈再亲小宝，这样一家人就永远在一起呀。你这个小坏蛋，起哄这种事儿你倒是起劲儿的很。现在轮到妈妈再把亲亲传递给爸爸，父母间良好的互动也是间接给孩子安全感。不可能。这也不是我想的，小宝想的。配合一下，锦慧，好吗？秦军，秦飞，你是小紫吗？害怕你就走，小宝，新郎。我还有回。笨蛋。贺朵。刘婶啊，乔燕在吗？乔燕在厨房。你好，师傅，我走了。筷子给我。面要坨了。突然觉得不饿了。大姑，你怎么？大姑，大姑，这是雨月。她是我妻子。小宝还是什么话都不说、啊。上菜了，秦氏出品，味道绝顶。妈咪，哎，大姑应该还不知道小宝已经开始上学了吧？这都是乙月的功劳。没有，主要是小宝勇敢，而且和乔燕也配合。小宝饿坏了吧？妈咪做了你最爱吃的鸡翅，我们开动吧。好，大姑，你尝尝我的拿手菜。刘婶儿，哎，拿双空筷给秦医生。啊，好。给我吧。小宝也想吃啊，妈咪给你夹。我也要。来，我先回去了。大姑，我送送你，你先吃。
Thank you.